我，方青青，方家集团总裁，年龄28岁。今天我要完成一件大事，为了我的事业，为了公司的股份，为了堵住那群老家伙的嘴，我要向一个男人求婚。包勇这气势，像是来跟我打架的。难道昨晚？红衣姐，我们结婚吧。什么情况？我还没开始追他呢，就得手了。小师傅，小师傅，好消息！我打听到方氏集团最近要招募一批员工，要不要我先替你报名？去报。得嘞，小城堡。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一定要进方氏集团呢？程总不是把公司都打算交给你管理，你怎么还要从底层做起呢？这不是方总吗？哦，原来你是要追他。听说他可不好追哦，是业界女魔头。你少管闲事了，赶紧出去办事。送上门的好事一堆，你和王氏集团王总裁的婚礼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岂是你随意说取消就能取消的吗？早在之前我就说过，公司应该交给方宇川来管理。叔叔们说的对呀、啊，我说姐，你取消婚约不要紧，可一下得罪了王氏集团，他可以前是帮衬过咱们家的。我的婚姻我做主。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你取消婚姻，公司的损失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多大年纪连自己都嫁不出去，怎么去管理公司啊？结不结婚跟公司有什么关系？一个月之内要么你找一家门当户对的公司把自己嫁出去来挽救公司的损失，不，这个公司我看你也就别管了。包子让他嫁了，什么意思？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可不能怪。啊，合约婚姻，期满3个月离婚？按之前约定好的来。人前嘛，我们就是一对恩爱夫妻，不过人后。我还是你老板，每个月给你发工资。哦，对了，可能不仅让你扮演一下我的老公，还需要扮演一下程总裁。程总裁？不会他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吧？公司有一些老古董，希望我的联姻对象家世背景可以跟方氏集团平起平坐。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只需要扮演好程总裁，剩下的。交给我就好了。可是姐姐说过要对我负责的。咋呢？都给我滚！一个人分居啊？放心，姐姐会对你负责的。那个，我肯定是不会委屈你的。你的房间在那边，没事不要来打扰我了。好的，姐姐，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叫你老婆了？救命！
虽然身份跟我爹明显差太远，但颜值还是可以。我在干嘛？我是总裁，被员工内讧了。今天也不早了，累一天了，早点休息。晚安。晚安，老婆。啊！这绿茶弟弟，谁扛得住啊？不对，方青青，你不能被他给蛊惑了。你怎么在我床上？这是你的床。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会做这种春梦？一定是对我下蛊了。你醒了，方青青，你不要被蛊惑，不要被蛊惑！啊！姐姐这么不小心，平地都能摔倒。完了完了，又被电到了。方青青，没想到正派的结婚了。哎，恭喜啊，青青！依我看，既然结婚了，就应该好好回家相夫教子，准备准备，要个孩子嘛。要我说，结婚之后怀孕生孩子都产假，生完孩子之后要照顾小的，怎么把握？是啊。青青，我看啊，你还是赶紧把公司交给宇川吧。啊，既然结婚了，就该让位，把公司让给宇川。你个女孩子家，掺和什么呢？公司是我一点一点做起，现在让我拱手让人，做这些事情都是立方家好。妈，你也太偏爱方宇川了吧？公司，我和你叔叔都有股份，我们董事会。已经一致决定把公司交给方宇川，回头你整理一下交接手续，跟我回家，老老实实做你的太太。乖乖交出来吧，姐，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是，有本事尽管来。喂，小李，我记得我手里的股份可以投资是吧？是啊，小程总，怎么了？你有想要投资的公司吗？嗯。投给方氏集团，点名投给方青青，这事办得漂亮。好啊你，不好好上班，在这里偷懒啊！我要告诉方总。姐姐，我怎么敢偷懒呢？我就倒杯水喝了。哼，我明明看到你刚打完电话，神神秘秘的，说是不是被这种方总惹了？说、嗯、是不是、啊？我敢啊！都很闲是不是？你们两个把下周要用的设计图做出来，下班前交给我。是。李总，您再看一下合同吧。哎，不需要不需要。这个李总看起来就人傻钱多，没想到签合同就这么难。想必这位就是方总的另一半，果然是帅气逼人的。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成员建筑公司李总。李总。这位呢是我的老公陈一泽。什么？老公，哎呀，你好你好，李总，您能投资我们公司绝对没问题，你眼光太好了。好了，来来来，坐坐。我跟他一直有点相见恨晚，热情了些。嗯，那我公司还有点事，我就先回公司了。好，李总，您慢走。慢走，李总。太好了，这样一来。我手里的股份就比董事会的人都多了。我的意思是，
在董事会我也更有话语权。怎么样，小程总，我演的还不错吧？对了，您的投资股份都给了方总，那程总那边怎么交代？这个，哈哈哈！李总，谢谢李总给我们这个机会。啊，小伙子不错，好好干。你们这是？哦，我刚好在附近有点事儿，那你们先忙，我就先走了。哎，李总慢走，好好干啊。嗯。哎，走了走了。那欠钱呢？脑袋会胀得快。你不知道晚上吃甜食只会让人发胖，还有加速衰老吗？吃一点没关系的，你就尝一口，就一口。我看你最近工作太焦虑了，吃点甜食可能会开心点。你干什么？嘴唇上有奶油。你不是说要少吃点吗？我替你分担点。这么晚了还要加班，是有什么很棘手的事吗？国内最大的一家婚庆公司最近在找合伙人，我在想，如果能跟他们合作的话，以后应该会事半功倍。不说了，我先去睡觉。没想到啊，方总的弟弟有一天会跟我合作。别废话，我是为了公司，只要能弄垮方青青夺回公司，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合作愉快。抱歉老总，我们一直相信贵公司，且相信贵公司的能力，但是贵公司这次做的未免也太过分了吧。策划案抄袭是业界内的大忌，我想您知道，今后我们公司将不会与贵公司合作。不可能，我们公司不可能抄袭。我们公司策划方案是公司最精英的员工设计的，怎么可能抄袭呢？喂喂，李总，怎么回事？小程总，昨天我发您的照片你看到了吗？照片？什么照片？哎呀，我发您微信了。哦，把你屏蔽。帮我查查这个朋友圈。得嘞，小程总。对了，程总让我跟你说。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你出去。方宇川，你的教养怎么随着你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差劲？对你姐夫礼貌一点。还有，下次记得敲门。哎呦，还真是姐夫啊！你不说我还以为你新聘的秘书呢。不过据我所知，这姐夫和我年龄差不多，谁大谁小不一定。比你大一岁，叫我哥哥就行。姐，你跟王成分了，你就找个这家伙结婚，你眼光也不大。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就是董事会的那帮老家伙们让我给你传话，一个月内要拿下婚前项目，拿不下来的话，就收拾收拾准备退休了。一个月？哎呀，怎么这杯水像我刚刚漱口的那杯啊？喂，你好，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那我们咖啡馆见。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又不是你的仇人。新闻广告界魔鬼女总裁方总，雷厉风行，容貌绝色。今日一看，的确很漂亮。有没有兴趣赏脸吃个饭？新闻广告新秀陈总监，创意满满，能力在线。今日一看。有点夸大其词。这话怎么说？邀请竞争对手来吃饭，你没疯吧？公司之外没有对手，只有朋友。如果不介意的话，
可以加个朋友。方总，你说如果我们两家联姻，那这份蛋糕就是你跟我的了，我们共管，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你怎么来了？魏正，我跟其他男人吃的。我没。这位就是方总男朋友吧？你好，我是陈正南。是老公，不是男朋友。不好意思，我们先失陪了，下次请你吃饭。慢点。这个人看着好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哇。哦，怎么，外面的男人比我吸引？不是说去谈工作吗？怎么跟别人单独吃饭？你干嘛？谁让你？说。那是竞争公司的陈总监，我只是想打探一下内部情况。谁想到你就？你是不是再不爱我？你就要成为别人的老婆了。你在胡说什么啊？你是我，只能是我的。我困了，我先去睡觉吧。陈总，陈总。哦。早啊，方总。我跟一个小屁孩脸红什么？我又不是没谈过恋爱。清醒点，清醒，打起精神来。小程，你跟方总吵架了吗？他怎么不理你啊？别瞎说，我们恩爱着，他爱我爱得无法自拔。我跟公司方案怎么要负责人了？是你告诉陈正南的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能说什么？方经理疯了！怎么了？怎么了？妈，管管你的宝贝儿子吧！他把我们辛苦做的方案偷送给了对手公司，现在对手公司告我们抄袭。方经理，你别血口喷人，就凭一张照片定我的罪啊！就你们公司做那破方案，你拱手送人，人家都不要。你有什么资格说是我偷的？是啊，你怎么能这样说依依？她是自家人，能偷自家的东西吗？妈，看清楚了，证据确凿。最近这几张照片，你弟弟有多少朋友，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出去跟朋友见见面而已。要我说呀，还是你公司那些人没能力，万一是抄袭的呢？人家不追究你责任就已经不错了。妈，就是就是，姐那帮子拿书打我可疼了。哎呀，我说青青，你把你弟弟搞破相了怎么办？快向你弟弟道歉。妈，你就是太偏爱他了，管得无法，狗年变是非，你天天要向他道歉。当了几天仲裁，不知道你姓什么了是吧？你说挽留不住男人就不说了，你管理不好公司，你回家拿弟弟撒什么气呢？找了个什么样子的男人？用不上台面的东西，以后没事别回来。进。嗯。新做的策划方案。老婆，是不是该奖励点什么？随便来个亲亲就行。啊，有新的策划方案有什么用啊？对方已经决定了。跟对家公司合作，这么快？他们连我们新做的方案都还没有看呢。
没关系，我有办法。你有办法？山人自有妙计，这件事交给我好了。我们跟那个是分配公司工厂合作。确实是的，咱们二姨三婚的时候就是他们公司一手操办的。我想起来，这样，我们明天帮我准备份礼物，去拜访一下。累吗？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累，继续点，难不住我放心情。小宋，李总，李总，李总，你怎么样了？李总，来人，救救人，快救人，救救！月光，我的房子能不能过？你醒了，怎么样？有没有哪不舒服？没事，别担心。你要真有个好歹，那我……放心吧，不会让你守寡的。胡说，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呀？怎么回事，一泽哥哥？哥哥，你疼不疼呀？怎么我刚回国，哥哥你就受伤了？你应该就是高氏集团的千金吧？这位大姐，我家哥哥刚刚你受了不说，现在还差点丧命，你可真是晦气！怎么说话呢？这是你嫂子？哥，我们可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这么说我？你以前都不舍得说我的。听说高小姐三天前出国了，最近才回来。哥哥，我们去我们家的私人医院好不好？我照顾你。不用了，有你嫂子照顾就够了。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护士，护士，来趟病房。先回去吧。是不是哪又疼了？没有，只是看着他心烦，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坏我好事。调查一泽哥哥结婚的所有事情缘由，敢抢我的男人，我要让这个老女人不好。高总长，高总。早，您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程一泽怎么样啊？我没什么事儿，这回啊，多亏了他，我才没有受伤。程一泽好 man 哦，是真男人。好了好了，这些话呀，你当着面夸他，他已经高兴的尾巴都翘起来了。行了，都工作吧，然后把近期的工作汇报给我，好吧？好的。
出了那么大的事，你现在才说，王静静，我看你是没把这个董事会放在眼里吧。叔叔，您先别生气，这件事情如果提前说了，很难救出小姐。结果呢？找到幕后主使了？还没有，但是也快了。静静啊，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都是方宇川在替你分担工作。我们董事会一致决定，让方宇川来当副总裁，帮你分担工作。什么？我不同意！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青青啊，宇川是方家人，而且俗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再怎么努力，也是给别人做嫁妆。你已经不完全算是方家人，让宇川来管理公司，应当的。我不是方家人。亲爱的方总，以后啊，承蒙你多多关照啦。好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董事会让方宇川进公司当总裁了。什么？这么突然？别动，等会儿定。没事，回头想办法把他赶走。嗯，再说吧。我好了。这么快？医生说了，熬夜对身体不好。别想那么多了，走，睡觉去。我很久没洗澡了，我想先洗个澡。我医生说你的伤口不能淋水。所以，我想诚邀我的老婆大人帮我洗澡。我。准备好了。我去，你这是什么造型啊？大晚上戴墨镜，你看得清？我这不是怕长针眼吗？好普通的普通人。对不起，我轻点。要不你把墨镜摘了，这样你会弄疼我的。要不你把墨镜摘了，这样你会弄疼我的。嘿。What you doing to me, babe? I'm really feeling just like. 谁让你戴我墨镜的？还给我！没看到我戴吧？你不把我洗了？我再洗下去，我肯定长针眼。别害羞了。我怎么可能会害羞？我可是见过大场面的人，身材不错。救命啊！我为什么要评价他身材不错？王静静，你疯了？你搞成这样了！嗯，你怎么戴上了？我不小心，我还要上班，先走了。查的怎么样？查出来了，是方总的。对了，程总让我问你。哟，方总，早上好，方总。嗯。看这个样子，我姐夫昨晚是精力满满呀，把我姐都给折腾成这个样子了。方宇川，你要还是把我当成你姐，就给我乖乖回家去。恕难从命啊，我的姐。一切准备妥当。好。没想到啊，今天你也来了。作为公司总裁，公司年会我肯定要到。现在是，可将来可不一定是。哦，呀，想想你亲手经营的公司，拱手送给方家唯一的男人，我手里，你要不要哭啊？这么有自信？那我们拭目。哎，方副总，讲两句。就是，想讲两句。
以后啊，不要叫我方副总，要叫我方总。安静安静啊！今天作为公司的总裁，大家要努力工作和共赢。下一步呢，我打算。怎么了？你谁干的？快关了呀！好汉王一川，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杀人伤害你亲姐姐。就是啊，我们亲姐姐怎么这样？就是，真是禽兽不如。黄晨星，是不是你干的？原来是他，通知下去。年会提前进行，就说为了迎接新的副总裁方宇川，我要让你永远不能进公司。你给我等着！怎么是你？你们公司在招人，我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公司不招千金小姐过来供我。我的简历你也看了，海外留学设计师，工资你随便开，我都无所谓。你的简历是很优秀，不过很抱歉，我觉得你不适合设计师。我怎么不适合了？身为一级顾问吗？扫地的老女人。面试结束。哎，等等，我刚才说错话了呢，我道歉。我真不是来工作的，三位工作工作应该接吧。公司确实需要他这样专业的设计师，或许他可以试试。实习期一个月，明天来报道。好，希望你的能力能跟你的简历一样强。还有，程一泽不喜欢你这样，他喜欢比他年纪大。你没机会。你给我等着，大老女人！大一泽哥哥，你怎么来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麻烦你到另一边去工作，我想跟一泽哥哥坐在一起。你之前说找工作让我帮你做简历，是为了来我们公司？对呀、啊，这样以后就可以陪着哥哥一起工作了。回家去，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不嘛。早啊，方总。你的工位不在这。可是我就是想跟我的义泽哥哥在一起。不好吗？不好。怎么不好了？我还要多谢我的义泽哥哥帮我做个简历呢。他的简历你做的？青青，你听我跟你解释。行，行。龙娜，这里不是你工作吗？为什么工作怎么能是吃喝玩乐的呢？青青，一起啊！我开车。哥哥，你看天都快黑了，还不送我回家吗？我今天开车，好不好嘛，方总？好，方总呢？可以呢，小妹。让哥哥带你回家吧。那我就先在车上等你喽。你怎么把他给招进来？谁让他的简历太出色了？公司又缺人手。姐姐，听我跟你解释，他的简历是我做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最想要是要哪个公司。我不在乎这个问题，只要他能设计出对公司有利的设计图就行。好了，快走，别让你的好朋友久等。班长。你怎么在这儿？哥哥，我晕车了，而且我从来都没有坐过后面。你三人都不认识，都是我坐的。
坐后面。快！老女人，是因为你，快凶我。啥意思，哥哥？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呀？刚会，设计图做了吗？设计图？什么设计图？广告宣传设计图。你不会还没做吧？我说那个呀，早都做好了，帮您签了。好。其实啊，我是偷偷让我们家秘书做的。哎，得想个办法把他弄走。你把高慧开除吧。为什么？他设计图做的还不错。那是他找别人做的。那我把你的好妹妹开除，你不心疼？什么心疼不心疼的？赶紧走才好，省得留下来给我老婆生气。我才没生气。好，我知道。怎么了？董事会的人叫我，估计是说放我那的事情。我陪你去。不用，我自己。公司最近资金流动太大，是不是你调用了资金？孟正清，你从公司里拿的钱都干什么去了？不是我的公司。你没有公司账上的资金。怎么全没了？听说你前几天还在招员工，你说你用你弟弟该多好，自家人好说话。我是真搞不懂啊，你把你弟弟弄出来，这因为什么？你们不知道方宇川对我做了什么吗？他不可能留在公司。凭你一面之词，谁相信你？公司的钱怎么办？你最好把用掉的钱赶紧补回来。说了，不是我，不是你是谁？公司账户的资金现在出现了问题。即刻面临破产，方家不能毁在你的手里。如果不是你用的，你最好把它找出来，否则的话就是你做的。妈，真的不是我。我说你们几个一唱一和演挺好的。程一泽，这是董事会，你来做什么？什么叫我们演啊？你的意思是公司资金是我们做的？哎，我可没说。你有什么证据？是啊，那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沈家亲亲嘴？这就是你找到好男人目无分长，没大没小。抱歉，没礼貌是我的问题，跟亲亲没关系。够了，眼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调查清楚公司资金被掏空的事。资金不足影响公司运行，明天有一场联友会，你去拉公司多集中一些有影响钱的老板，大公司。我陪你去。好。明天晚宴，我陪你去见一些集团老板。晚宴？我也去，我也去。没准还能吃到我爸呢。可以。让我好好想想，公司做什么的词。快上车，方总。没办法，老婆，他说可以让他爸给我们公司投资。我来的路上看到他站在公司门口。你们先走吧，等会会有人来接你。来接你？好的，方总，咱们快场见。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哥哥，爸爸还在会场等着我们聊投资的事情。方总穿得这么漂亮，是在等我吗？你去哪儿？参加宴会。巧了，我也去。那请方总上车吧。不知道
这位美丽的小姐，能不能当我今晚的舞伴呢？看来方总已经找到舞伴了，走吧，哥哥。荣幸之至。来了，陈总监。不知道在陈总监身边这位美丽的小姐是？见，这位是剑锋卫的王总。王总，这位是方氏集团广告公司的方总方青青。早就听说方总美丽漂亮，今日一见，果然是让人移不开眼啊。您过奖了，王总。那王总，我们试配一下。哟，小程总，这高家高小姐也在这儿。我以为小程总不喜欢这种场合的，没想到啊。没有，我是陪我夫人的。什么？你们和高家联姻了？哎呦，果然是天作之合呀！不是，李总，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啊，陈总监。想必这位就是陈总监的夫人吧？哎呦，可真漂亮！陈总监好福气。这是我夫人啊。这是我夫人。啊？这是您夫人，为什么跟陈总监在一起？我们夫妻二人闹了点小矛盾，失陪一下。去去去！你干什么？我再不宣誓主权，他们都以为你是陈夫人。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你先把你这个处理干净，省得被他们。青青，听我解释。不好意思，我的舞伴还在等我，你的舞伴应该也在等你。走了。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怎么会？我还指望着陈总监帮我引荐一些人呢。喜欢的。一泽哥哥呢？房间里，你都已经有陈总监了，还有就是一泽哥哥不放。小妹妹，你还年轻。小程总，你在这儿呢，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对，是这样的，小程总，听说你父亲程总最近有个项目招合伙人，你看咱们两家都这么熟了，能不能帮我在你父亲那儿提提合伙的事儿？合伙？不好意思，我帮你。这样，李总啊，我呢可以回去考虑考虑，咱们等我电话。别啊，小程总，您今晚就给答复。李总怎么样？没事没事，我呢跟李总聊一聊合作。我们去那边坐两天。啊，好。哎，这不是小程总吗？你也来了？坏了坏了，我肚子有点不舒服，去卫生间。你别乱跑。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等？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应该是小米可多。谢谢。小陈总，好久不见啊！怎么今晚这么多熟人？幸亏我老爹不在。陈总今天也来宴会了，您看到他了吗？什么？今天陈总也来宴会了，您看到他了吗？什么？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事。是。你这么紧张干什么？说来话长，那是我以前的老板，他对我印象不太好，所以我见面都躲着。
你不是大学刚毕业吗？大学实习的时候了。他一定有事瞒着我。青青，我们能聊聊吗？可以。你别生气了，你气坏了身子，我心疼。况且我跟那高慧没有什么的。说起来，我觉得很奇怪，你是怎么认识高家大小姐，而且她非揪着你不放？没办法，谁让你男人我有魅力？就你？笑了，你看笑起来多好看嘛！贫嘴，跟小孩一般计较。我跟你说，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你要骗我就死定了。好好好。怎么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啊！怎么像我家那小偷崽子？你是小程总吗？啊，没事没事。来来来。接呗。一泽哥哥，救命！我被几个大汉拦住了。你在哪？我在三楼，快来救我！好，我马上过去。怎么了？高辉被三人缠上了，我过去帮他。你快去吧。被抛下了？没有。他有点事儿。倩倩，你真的喜欢他？你怎么这么问？我对你们的事也略有耳闻。如果你们只是形式上结婚，或许我们也可以。我是觉得我会对你更有帮助，这样双赢多好啊。我和常一泽虽然是合作关系，但是他乖且懂事，他可以为了我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这些你也可以做到吗？不试一试怎么知道？抱歉，如果你不想我们是竞争关系，我们也可以是朋友。你再跟我强老婆，小心我对你不客气。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却一直想不起来是谁。这么一看，好像是程总的儿子。嗯，程义子，哦，还真的只是程义子。什么？他是程元的儿子。一泽，为人长相帅气，高高瘦瘦，不苟言笑，言辞的霸道总裁范儿。他也是成员集团公司的唯一继承人。怎么看，他也不像国内最大建筑集团公司老总。不行，他不会怀疑我的。我知道，我妈和我弟。你都知道了？我正要去找他们。哎，先冷静。你现在过去肯定跟他们大吵一架。咱们现在证据不足，还是先把公司的窟窿给补上，想办法拉点投资，让公司先运行起来吧。这么大窟窿怎么补啊？我想想办法，搞点投资。行了，你别捣乱。我大学实习的时候也认识不少老板，人脉还算可以。说不定就有愿意投资我们公司跟我们合作的呢。好，那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你也别太愁，有我在的。李总。嗯。谢谢。口头感谢我可不领情啊，怎么着也得亲我一口。行嘞。方宇川，高小姐您好，没想到你认识我呀。方氏集团的公子哥方宇川，谁能不知道呀？说吧，
找我什么事？是不是在我姐那儿碰了一鼻子灰啊？我讨厌他。既然你讨厌他，不如做点什么让你自己痛快一些。你是说？我帮你得到常一泽，你帮我把公司弄到手，怎么样？有点意思，说来听听。现在啊，那个公司啊，已经一具空壳了，已经没钱。你现在呢，去买通一下他手里的员工，再买通一些经销商，去他公司一闹，这公司啊，指定关门。是个好主意，听起来很好玩的样子。高小姐，合作愉快。不亮，嗯，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出什么事了？嗯，今天有客户来公司闹，要撤销所有订单，还有一些内部跟进工作的员工也不顾理睬。这么突然？嗯，没办法，只能撤销订单，赔偿违约金。现在公司是彻底没钱了。明天你也不用来上班了，董事会的人说要先缓几天。好，我们这几天重新规划一下。嗯。嘿，朋友，如果你因为压力而感到不开心，那你就对烦恼小狗发泄发泄。发泄出来吧，放出去吧。会没事的，看来我必须得回家一趟。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这样的妈妈还对不对？都过来，以后有我，我保护你。嗯。这样如何？明天上班吗？嗯。谁啊？我。喂。没事。我也醒着呢，我自己回。干嘛？我能亲你吗？你不懂。你亲我？哦，嗯，嗯，玩了点这不明显吗？先说好了，你是同意的。我能亲你吗？我要疯了！虽然他身材很好，但我应该能把持住。姐姐，你怎么了？那个，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对吧？昨天晚上我们喝醉了。所以不自处。哦，这不是第一次了。那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对吧？
昨天晚上我们喝醉了，所以你不作数啊。哦，那是第一次。那不一样。总之你忘了就是了。依你说，我们都是成年人，再做点事情也是用成年人的方法解决。况且我们还是夫妻。发生点关系，没问题吧？嗯，那我先去洗澡。坏了坏了，彻底被他吓唬了。喂，我银行卡怎么被冻结了？没办法，小程总，是程总下令冻结的，你还是回趟家吧。嗯，我本来也打算回去。欢迎少爷回家。程总，兔崽子，你还知道回家？在外面疯够了。妈，您别生气啊。你过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陈总监。你好，你就是陈总口中的小陈总吧？你好，陈总监。我跟陈总监还有点事儿，你先回房间吧。我的猜测果然是对的，小陈总，这件事跟你没关系，我希望你能替我保。我可以考虑考虑，如果你告诉青青的话，我会让你的公司倒闭。你相信我，我有这个。小程总是在威胁我吗？我是在通知你。好，我可以替你保密。不错，你是个聪明人，没什么事的话可以走。我听说方总最近的公司出了些问题，是方永川做的。不关你的事，少打。他擅自挪用了公司的资金，用来投资我的公司。你现在还觉得与我无关吗？什么？我不希望青青毁在方家人手上。她是个好女孩，聪明有胆识，她不应该折在这上面。你想说什么？我想你与我联手，彻底搞垮方宇川。他表面上是一个花花公子，但实际上有不少人支持他，这对青青不利。我凭什么相信？就凭我手上有方宇川挪用公司资金的证据，我可以与你共情。好，我考虑考虑。怎么还没？不要反悔吧。之前好不容易谈了投资，可以暂时解决公司资金流动的问题。你怎么来了？方青青啊，没想到吧？我是来收购我们公司的。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谁还敢跟你们公司合作？只有我肯要你们公司，可怜可怜你喽。我发现你不仅年龄低，智商也低，收购我的公司，你觉得可能吗？怎么不可能？公司又不只是你一个，只要有社会同意，这公司就开心。这里不欢迎，请你出去。方青青，你别不识好歹。你，我没事。他说他要收购我的公司。什么？不可能！一泽哥哥，怎么不可能嘛？等我收购了这家公司，你当总裁，我当总裁夫人，好不好呀？我多次忍让了，是念在你父母和我父母的交情上。你别逼我。你为了这个老女人抛弃我，现在居然这么跟我说话，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灌了什么迷魂药啊？你走不走？一泽哥哥，你这么做程叔叔知道吗？你偷着结婚程叔同意吗？程家剩他这个程家夫人，程家程叔叔是你不认识他？成员建筑集团你怎么会知道吧？他就是成员程总的儿子，也是集
藏未来唯一的机会。什么？你是程总的儿子？听我给你解释。我原本想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再告诉你。你什么都胡说！约翰，你一直都在骗我。所以这件宴会上，他们喊小程总也是真的。但我不是真的喜欢骗你。你的未来集团老板到我这儿来跟我结婚，做一个小小的员工，到底为了什么？青青，我体验水果，然后把我们大家全骗了是吗？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真的，你就不能听我慢慢解释吗？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公司什么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本来就是为了公司讲，你的体验生活也该到此结束。就是就是，逸晨哥哥怎么看你这种老女，你都不知道我们逸晨哥哥有多好。你够了，滚出去！你们都给我滚出去！搞什么啊，神经病！青青，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也不是为了在体验生活的。我是真的想和你，我们离婚吧，杨一泽。你说什么？我们离婚吧。因为我骗了你？因为我自己。公司已经这个样子了，继续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你贵公子体验生活也该到此结束。继续回去做你的作家。我不同意。放我不同意离婚！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情况，我要和你动过谈话。当你骗了那口气，就应该想道歉。好巧，方总，又见面了。确实很巧。你怎么了？看起来好像刚哭过。有时间吗？谈谈。非常有。我今天看到什么？爸，有件事我想跟你坦白一下。什么事儿？说吧。我结婚了。啊？什么？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我跟你爸怎么不知道啊？兔崽子，结婚也不打声招呼。这件事本来想以后再告诉你，现在不得不说了。你跟谁结的婚？太放肆了。包氏集团总裁包青青。包青青从哪儿出？哦，我想起来，是前一段时间刚做起来的公司，是一位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你怎么跟她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跟家里有什么？包青青，我见过一次，她不配做我们程家的儿媳。我很爱他，而且我跟他已经结婚了。结了，结了可以离吗？我觉得高家的千金高慧就很不错。爸，您能不能做所有事情都自己决定，从不过问我的想法？得得得，你懂什么呀？你赶快跟他离婚，你这样坐视莽撞，怎么继承我们程家的家业？啊，而相识果然男人如一句都不能听，说什么共患难都是套路啊。
离谱了！我叫啥？你们叫啥？哎，离婚！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和方清清离婚？我是不会跟她离婚的，因为她怀了我的孩子。什么？她的公司现在遇到了困难，只有我们程家能帮她，我不能让她独自。简直是胡闹！后妈刚怀孕没有几天，你这样就给我添了一个孩子。如果您不能接受方清清的话，那就等着明天新闻报道。成员建筑集团负责人程立德在外藏私生子，您就等着公司扫地。你是想气死我吗？啊！爸，您也不想让咱们程家名声扫地吧？好好好，我说不过你行了吧？明天给我把他带来，我倒要看一看他有没有资格做我程家的儿媳，未来的程夫人。好，我现在就去。老爷子这边解决了，还剩下更大的难题。东北女子哪儿？别送你！走开！别动！滚！你怎么来了？快动！快动！你不是消失了吗？你过来跟我离婚吗？可以，你坐，我回家。我不回家，我不回家。青青，你知道吗？我就是在这间酒吧认识。我知道。上次你也喝了这么多酒，我不要喝这么多。你放开我！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离婚之前我们还是合法夫妻，别闹，我回家。放开，放开！陈一泽，没关系，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还要和我生孩子呢。生孩子？对啊。话我都说出来，生不出孩子，不准离婚。你们都是骗子，都骗我，骗子！以后不会再骗你了。感觉怎么样？要不先把行李拿回来。你怎么在这儿？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回来的？我昨天晚上看你没有回来，就猜你去了之前那酒吧。以后不要一个人去那里喝酒了，多危险。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昨晚你答应我的事都忘了？我答应你什么了？你答应了我要给我生孩子，生不出孩子我跟你离婚。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我那是喝多了，喝多了的话不能做主。他那方总竟然赖账，先不说这个，我有办法解决你公司的问题。什么办法？我们程家无条件支持投资你的公司。你们程家？我之前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真的想看到你辛苦做起来的公司又回到你弟弟手里吗？然后继续被你们方家打压？那也是我的事儿。你还是继续回去做你的小程总吧。我的公司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你还在生我的气，你可以打我、骂我、出气都可以，但是能不能相信我，我不会害你的公司，更不会伤害你。或者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当做补偿我骗你的，好不好？等到你的公司运转起来了，你再说离婚也不迟。他真想要帮我，可是他帮我，对他来说
有什么好处？好，成交。青青，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我跟我爸妈说你怀孕了，等会儿别被发现了。这能行吗？结婚的事没有事先告诉他们是我不对，他们肯定心里有火，到时候装得下雨先瞒过去。我尽量吧。爸，我回来了。回来了。快坐快坐。你叫方晶晶对吧？这小姑娘长得真漂亮呀。这位是我爸新娶的老婆，程夫人你好。都跟我们家义泽结婚了，先笑吗？你不是我妈，你还不够资格。行了行了，你这老婆有没有资格还说不上来呢。程总你好。坐吧，看着也不怎么样，比我家义泽大很多吧。比义泽大五岁，擅自跟义泽结婚没有告诉二位是我做的不对，在这里跟二位道歉。没事没事，这老程啊就是面相看上去凶，别当真啊。这简直是胡闹，竟然大五岁啊。爸，咱们说好了安安静静坐下来谈一谈。对呀，您别生气，你这把亲亲下场可多不好呀。啊，啊，谢谢陈夫人。听说你们公司最近出现了问题，需要大量资金。钱嘛，是可以出，对我们程家来说是个小数，但是就看你有没有资格让我投资了，也要看你配得上配不上我儿子。感觉程总好像不是很喜欢我。你别多想，我爸现在正在气头上，说话是难听的。义泽，我爸找你有事儿，现在在书房呢。好，我现在去。等我一会儿。快去吧，我肯定会照顾好你的宝贝青青的。你是怎么跟义泽好上？现在竟然还怀孕了。要知道成家只能有我一个人，孩子也只能是我肚子里的。看来这后妈不是个善茬。行，尽管放马过来。我跟义泽是一见钟情，巧了，我们可以一起租彩礼。老程并不认可你，即使你怀孕了，到时候也不一定能继续生。是吗？你可以说什么小猫小狗都忘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那是因为你是程总的现夫人，不要给我蹬鼻子上脸。怎么说我也是你婆婆，不许话你就应该闭嘴听着。恕难从命。这是怎么了？老程，孩子，他推我。啊！方青青，你明知道她怀孕。你竟然敢推他！你，我什么都没做，是他自己摔的。是啊，老程，刚才是我不小心摔倒的。我不应该说青青年纪比一泽年纪大，对不起啊，青青。怎么了？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了。走。青青，没事吧？你没受伤？他竟然问都不问，先关心我。你不问一下刚才都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没有事才对。刚才我真的没有推他。
我相信。医生，怎么样了？一切正常，程夫人刚怀孕不久，建议以养胎为主。辛苦了，你先下去。家里有监控，可以看看到底是怎么摔的。我不相信青青会推的。没关系，我原谅青青了，她一定是不小心的。哼，刚来我们程家，干出这种事儿，自己的夫人自己管，要是管教不了，我不建议。我来管，爸也该管管自己。你还是调监控吧。啊，我没事，不用调监控。我累了，想休息。行了行了，青青，你先照顾一下女方。小子，给我出去。你们去买衣服，我来照顾程夫人，然后再跟他误会解开。程夫人，我跟你无怨无仇，只是在这里待几天，你不用感觉到地位受到威胁，怎么说也该是长子级。到时候我会是程夫人，你和你的孩子都会在我的心情底下生活，所以我劝你这两天不要找我麻烦，让我安稳度过这几天。放心心，你这是在威胁我是吗？是。程夫人好好休息，就不打扰了。方青青，你给我等着，程家最后一定会在我手上。儿子，方青青绝对不是个善人，他如果进了我们程家的门，肯定会闹天翻地。我告诉你，你马上跟他离开。至于他肚子里面的孩子，等他生下来后，程家会。到底是青青不是擅长，还是你的女人不是擅长？爸，你应该比我清楚。你怎么说你后妈啊？我知道你一直不能接受，但是她是个好女人，而且她也怀了我们程家的子孙。家里的事我不相关。我就想知道，爸，你什么时候拿钱帮助青青？他还没有这个资格。看来他这次没有骗我。你怎么进来了？我们现在是夫妻，要一起睡。嗯，好吧。我去拿个被子，睡地上。哎。算了，今天在床上睡吧。怎么，想和我一起睡啊？我那是怕有人突然进来被发现了。是吗？又不是没看过。那你想再看看吗？好啊，如果你邀请我的话。当然，我邀请小程总一起睡觉。哎，电话。陈正南，这家伙竟耽误我好事。方总公司被高会收购了。什么？是董事会同意的。这件事你们知道吗？嗯，我知道了。怎么了？没什么，就是问问我最近的状况。真的假的？你们什么时候变这么熟了？就在之前他跟我爸谈过合作的事情，在那之后就有了联系。嗯，好吧，睡觉。等等，刚刚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没做完呢。不做了，
睡觉。哎，你这女人，我还不能告诉她公司被收购的事情，看来明天得去会一会董事会的人。哇，这是小城吗？好帅呀、啊！哎，小城，好久不见。帅啊！你怎么不像以前热气腾腾的样子了、啊？怎么跟变个人似的？哼！哎，你看那个人，不是之前投资我们公司的人，怎么给他提包了？啊，对，没事。哎，你怎么来了？门也不敲，真没礼貌。我长话短说，高会多少钱收购的，我以三倍价格。赶紧出去，这不是你胡闹的地方。你一个穷打工的在这说什么大话啊？假酒喝多了。这是合同，你们只需要在上面签字就好。城市集团，你是城市集团董事长？嗯，赶紧签字，我等着。这个啊，我们得考虑考虑。起来了可真晚呀、啊！早，床并不太舒服，你睡得晚。不舒服？那可是我精挑细选的天丝。那怪不得了。你去给我做早餐。儿媳伺候婆婆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在跟我说话？不然呢？快去做呀！是，儿媳伺候婆婆是没错，可你是一泽的母亲，你不是，所以你也不是我婆婆。那你还想不想让我们程家帮你？程家，你说了不算。老程很听我的话，你说如果我在他们面前说点什么，你还会不会在我们程家待下去？哎，好的，我这就去做。看我不毒死你！青青呢？玉哥，你回来了。青青呢？他在厨房做饭。啊！别动，小心点。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我玉玺。玉哥，你告诉我回去休息。以后谁敢再让他进去？我让他这辈子都在厨房待着。来人，人呢？一群饭桶，还不赶紧把这里给收拾了！别动，别动！生气了？说话，疼不疼？别吹。我妈说，吹一吹就不疼。果然不疼了。曾经那个威风凛凛的方董事呢？他让你去做饭，你就去啊？那怎么办呢？
都是为了钱嘛。有我呢，你就安稳做我的夫人就好了，剩下的交给我。我不想依赖别人解决问题。青青，我不是别人，我是你老公。如果以后他还欺负你的话，我来收拾他。如果以后他还欺负你的话，我来收拾他。没关系，别人欺负我，我奉陪到底。今天真的是为了公司。是是是，我老婆可是总裁呢。方青青，方青青，竟然敢骗！我不知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的公司早就被收购了，还想让我掏钱？什么？你公司被收购，难道你自己不知道？收购？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青青，这件事你听我说。你也知道被高飞收购了。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正在想办法解决，我打算解决以后再走。你又骗我。青青，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方青青，你有何居心？你来我们家是来骗钱的是吗？你闭嘴，怎么和你后妈说话？抱歉，常总，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周。哎，青青，哎，臭小子，你给我回来！这个女人有什么好的？青青，你听我解释。没什么好解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作为总裁，我不知道。这是你第二次骗我。我今天白天去收购你们公司，我出三倍的价格购买。只是董事会那群老古董，他们有些犹豫。三倍的价格，然后作为你们公司的附属品呢？青青，这只是权宜之计。换句话来说，你有那么多钱？我现在确实没有，但是我可以跟我爸沟通。这两天程总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他并不认可我。没关系。我想办法，我来解决。不用了，我们到此为止。我就不应该相信你，他一定还有很多事瞒着。哎，这不是方总？那还真是，要不这个臭娘们，咱俩早都吃香喝辣的了。走。方总，我们又见面了。是你。哎，方总，我们搁哪玩玩呗？方总这么漂亮，玩起来肯定很带劲儿。你们不是要钱吗？想要钱给你就是了。哦，方总身上好香哦。我已经给你们钱了，我警告你们啊。别乱来，我老公马上就来了，你们死定了。哎呦，我好怕他哟。还好之前给青姐手机装了定位。这是青青的包。哇，他果然出事了。青青，没事吧？叶总，没事吧？没受伤吧？小心！混蛋！皇上，皇上！来来来，喝喝喝！没事吧？没事。我没事。别动，我有办法。什么办法？
小子搞什么鬼呢？干嘛呢？别说。青青，上次看到你，我感冒。别人干嘛呢？啊，别搞，别搞鬼！啊啊！啊你受伤了？干什么？少爷，你没事吧？去，抓住他。你们这是去哪了呀？一泽怎么还受伤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那是你的错呢。不行，那你回房间吧。你手牵着。这事情怎么会是你的错呢？青青，你孩子是我亲，我当时不是有意骗你。这是他第二次救我，为我受伤。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两个注意点儿。你有事吗？没事，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今晚忙工作。没事，回去休息。小王，你带青青去休息，他受到了点惊吓。你帮他按摩放松一下。可是，去处理点事。好吧。我真的不知道你是程家少爷。我永远不是泰山，我眼下您大人有大量，放了我吧。放了？上次的账还没找你算。上次我们真的不想干，是方伟川。他给了我们一笔钱，让我们吓唬吓唬方总。这次呢？这次是我们哥俩喝多了。我们不懂。不行，你问方总。方总，如果你碰到他的话，那只手动的就下来了。不敢不敢，我再也不敢了。说，方宇他现在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自从上次那事之后，他给了我们一笔钱。就让我们哥俩滚蛋！啊！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以后不敢了。你放过我吧。看来他真的不知道方宇川在哪儿。韩先锋，把我找到村长，这件事不要让我爸知道。爸，儿子，伤怎么样？好多了吧？那就好。爸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怎么了？哎，你看爸年龄也大了，该到退休的年龄享清福了，公司的事儿也该交给你管了。爸，您老当益壮呢。这样老成，您还年轻着呢。过几天我会开个董事会，把你这位新总裁介绍给其他人，你说说啊。可是，好了，爸知道你想说啥，帮青青的事。等你接手了公司，你想怎么帮他都可以。这几天我也观察了，这个女孩挺不错。老程，这也太快了吧！好，谢谢爸。怎么这么快？不行，我不能让程一泽跟方青青把程家夺走。老婆，老婆，我有件好消息告诉你。什么好消息？我爸决定把大权交给我，
你公司的事他也答应帮忙了。太好了。不过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让他改变看法的？你先。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南区建筑的环境污染问题，你必须给我解决了。废。抱歉，陈总，我不是故意听到你打电话的，我刚才正好路过。不过刚才听到您说的环境污染问题，我有解决办法。你有？没错，现在建筑环境污染问题是社会严峻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尽快解决。那你给我说说。好，没想到呀，青青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学识还渊博。您多讲了，能帮到陈总，我也很开心。什么陈总？直接叫爸啊！原来如此，我老婆可真优秀。那是必须的。原来如此。可真优秀，那是必须的。来人啊！啊！怎么回事？打幺幺九。坏了，是不是我刚才拿铅笔的时候忘拿走了？没保住，这到底是谁干的？对不起，是我早上画画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随手就把笔放那了，我也没有想到。知不知道你害死了我儿子，我打死你！爸，对不起，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我愿意负责，你怎么赔偿都行。赔偿，这可是一条人命，报警，必须报警！知不知道，自从你来到我们程家，就没有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必须给我们程家一个交代！爸，先别冲动，这件事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说的对，我应该给程家一个交代。你说让我做什么都行。青青，你先别着急承认，我相信你不会这么马虎的。可是没什么可是，你死了也成义字，你被这女人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这其中一定有误会，事情不还没调查清楚吗？好了，程家要是交给你，你哥把这往外拐，是不是我们程家就会姓方了？爸，滚，给我滚，滚！看来这次我还拿什么？对不起，这件事情都怪我。怎么会怪你呢？还有我呢？你再仔细想想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天早上画完画就把笔放在桌子上。我想起来了，我出门的时候正好看到他鬼鬼祟祟的站着，然后我接了个电话就走了。果然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他害的是自己的孩子呀。我一直在怀疑他怀的根本不是我们程家的。你的意思是说他外面有人？但我爸还不知道。他呢不想让我们继承程家的家产，所以利用你。现在你跟我爸的关系刚好了，真是巨星。那怎么办呀？他对自己还真是够狠的。没事，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没事，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家里有监控啊，把监控调出来不就好了？不过，我们先别声张。好。老婆，委屈你了。不委屈，我愿意跟你共进来。他终于接受了。什么？我只是好开心。开心？出这么大事了你还开心啊？我觉得你已经开始接受了。
甚至叫你老婆，你会反驳的。有吗？嗯，我那是没有反应过来。青青，南局出事了，我跟我妈去那里待两天处理事情，你先按兵不动，等我回来。嗯，注意安全，我等你。那你要鸡汤？你要烫死我是吗？怎么？你害我害的不够啊！干什么？啊！到底是想放死谁呀、啊？这孩子是因为你而流产，现在让你伺候我哥晚上，我想方设法的折磨我是吗？你到底看哪个脸差？你自己心里有数，别狡辩。我如果不高兴，你滚出城！还想跟奕泽在一起？我别冲动，一切等奕泽回来再说。好，我重新给你玩。那不凉不烫，尝尝吧。啊！你疯了！我现在不想喝鸡汤，你偏要我喝它做什么？要喝的是你，不要喝的也是你，到底想干嘛？头好晕啊！还不赶紧滚出去！冷静，冷静。回头再找他算账。说，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爸，你看这个。你说不说？说，我说，都是程夫人。程夫人让我给少奶奶打电话，让她下来吃早饭，都是程夫人让我做的。程夫人到底想干什么呀？她想独占程。这个贱女人！你这个贱货，看你干的好事！老程，你听我解释，你还真是饿，为了得到自己想要，不惜流产。你是怕孩子生下来之后被程总发现孩子不是程总的亲生骨肉？恶毒的女人呀！我们程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滚蛋！青青，你故意的！杀了你！我的女人你也敢碰？奕泽。我平时对你不错，你帮我就想一把求求情。求情？你平时就挑起我跟我爸之间的矛盾，现在还敢来伤害青青，你觉得我会饶了你？我再也不敢了。好了，剩下的就让程总处理。老程，我二十几岁就跟了，无怨无悔的伺候你，我真的只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么没有良心。没有良心，你自己干的事你心里不清楚吗？赶紧给我滚蛋，滚！老程，你不要我，老程。青青，你公司我已经让小李花三倍的价格买回来了，至于你公司董事会那些人你自己处理了。好，谢谢程总。哎呀，还叫程总，叫爸呀。哈哈哈哈。爸，哎，这就对了嘛！你跟奕泽先回去吧，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以后，让奕泽把你接回程家。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程家的长辈啊。好，我会尽快解决的。程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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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总好。今后要继续辛苦大家了。恭喜小程总啊，不是，是程总拍马屁的话就没有出来。我问你，青青回到公司以后，你是老家会有什么？目前没有。
好像他们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以后，对方没这层客气。那是吧？对，一会儿下班找我两句话，要去找方总。话怎么这么多？得嘞，出门。来了，快进来。嗯。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感觉不错，就是有点想你。都是做总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恋爱、啊？那怎么了？有点想我？不想。嗯，不想啊。想啦。公司最近怎么样？有没有人找你麻烦？有了你的帮忙，一切都很顺利。很好。不过现在。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啊？我上次跟我爸夸下来了，说你怀孕了，我爸等着抱孙子呢。这，所以，亲爱的李大人，什么时候有办法收割？完了。嗯，这。我还有董事会要迟到了，我先走了。虽然你的股份被你老公给买回来，但是你要知道，咱的公司呢靠的是实力，并不是财力。没错，你有成家成小本，你也还是我们方家的人。如果你没本事，一样有好汰。看来。叔叔们还是不太放心把公司交给我，说吧，想要什么？过两天呢，有一个设计比赛展会，你去参赛。没错，如果你能赢，会洗清公司之前的流言蜚语。好，我答应你，是不是只要我赢了比赛，你们就不再插手公司事务？希望你说话。设计大赛历经半个月，今天圆满完成。今天是所有入围参赛作品的参观展会，在这里我们先恭喜方青青女士获得本次大赛的第一名。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还不是超次别人的。高青青，此话怎讲？她这部作品分明就是抄袭唐苗子。你没有必要在这里找孙子。唐苗姐的毕业设计确实设计了一幅跟你一样的作品，很巧，意境都是喜欢的，那可是意境都高的女神啊！哇，好美啊！学姐这边，你有没有觉得你跟唐苗姐长得很像？哦，她是正的，你是倒的。你好，方总，我是唐苗。你好，方青青，很好奇你是怎么认识我。老程家的儿媳妇儿，新任总裁的夫人，我自然是知道。唐苗姐，她抄袭你的作品。方总，抄袭别人作品可是不好的行为。既然是创意大赛，不应该靠自己的灵感吗？我没有抄袭，而且我也没有看过你的作品。哦，我的作品今年荣获报刊封面，这个设计圈的人都有看过。您身为设计公司总裁，该不会没有看过？你这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很抱歉，我从来不看报刊。唐苗姐，她可有手段了，先是抢走了黑泽哥哥，现在又抄袭学姐你的作品，获得大赛的第一名，可是出尽了风头。没关系，既然方总喜欢抢别人的东西，我能帮到你就好。原来方总的这些作品是抄袭别人的。是啊是啊，最忌讳的就是抄袭。多亏啊，人家原设计师不追究。你这个方总还不是什么好人啊，抢别人的能耐。都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方总，您的作品我们就先从展会上拿下来了。第一名可能不是您的，抄袭的问题稍后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我真的没有抄袭。这件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如果您真的涉嫌抄袭，那么贵公司恐怕以后都不能再参加大赛了。哎，方青青，你说你算计了那么多，现在一泽哥哥的女生回来了，你们的感情也到此为止了。
是洪一泽以前喜欢的是他吗？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没什么。你回来了，掌柜怎么样？顺利吗？洪一泽，我问你，我设计参赛作品的时候，那些灵感都哪来的？我自己想的。再给你一次机会，真是你自己想的？对呀、啊，你说呢？我今天在那块丢尽了脸，别人说我的作品是抄袭。抄袭？不可能。好巧不巧的是，正好碰上于正主。陈子，你还在这儿跟我装？是谁你自己不知道吗？喂，小林，调查一下今天展会发生了什么事。喂，怎么样？什么？唐敏回来了。这回看来真让高慧给说对了，他给我的灵感都是唐淼的设计作品，他跟我结婚对我好都是因为我长得像唐淼。我马上过去一趟，找鉴定师鉴定一下两幅作品的区别，这不可能有抄袭。还有要展会的人别声张。一泽哥哥你来了。唐淼，你什么时候回国的？怎么不欢迎我啊？不是，今天这是……今天方总可是出尽了风头。又是你搞的鬼？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哥哥？今天确实是他抄袭唐淼仔在先的。别这么着急下定论。我说的是事实嘛，我们去聚一聚吧。我请大家喝咖啡，咱们三个已经好久没有聚过了。走了走了。说说那部设计怎么了？我记得你之前不喜欢他。你真的什么都忘了？你干什么？我们几个已经很久没有聚过了，我拍张照怎么了？一泽，你真的变了。叙旧的话就改天再说吧，我现在很需要你为我的婚事证明。我没有说不帮他证明，如果我现在去澄清的话，只不过是欲盖弥彰。是啊是啊，他自己没本事，万一真的是抄袭了你呢？不可能，我最了解青青的为人。你真的了解他吗？那是自然。你们两个人的设计虽然风格相似，但内容完全不同。真的很怀念上大学时候的我。都过去了。你难道不怀念吗？没有。师姐，你别生气。他呀，自从结婚以后就成这样了。你别捣乱，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你爱他吗，你姐？嗯，我很爱他。他同样也很爱我。如果你们继续制造舆论，就等于说你是……这么迫切，就是为了见他是吧？我回来了。怎么？我回来了。程一泽，你答应我求婚，就是因为我长得很像唐淼。我说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这是什么？这不是我发的。你的手机不是你还会是谁？我知道。我是唐淼的替身是吧？就因为我们长得很像。谁说的？我跟你结婚从来都不是因为唐。我们离婚吧。什么？青青，听我解释。没什么好说的，现在你的那个他已经回来了，别再骗自己。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谁那个手机发的？看来他对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唐淼。他保护我，相信我，对我示弱示好，
都是因为唐淼。我真是竟然会喜欢上妈妈，是为姐姐哭了。姑娘，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穿这么点，冷不冷啊？我没事。你怎么外套都不穿就出来了？感冒了怎么办？我就说嘛，小情侣只吵架别怄气，冻坏了可怎么办呀？这次快哄哄你女朋友，别委屈她了。你回家吧，保护自己。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只喜欢你，我不喜欢姑娘。这种话说多了，真讨厌死了。可我真的很喜欢你，我朋友圈那是高慧拿我手机发的，他的剧情你还不知道吗？是吗？你还是不肯相信。我曾经很相信你，但是他依然在323的拼图。现在我不相信任何。方青青，我真的很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方青青，我真的很爱你。马上要和程一泽离婚了，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怀孕？要不要告诉他？怎么可能？王晶晶，怎么回事？我让你去参加设计大赛，没让你抄袭，丢人现眼。我没抄袭。你没抄袭会上新闻热搜，公司的脸这下给你丢尽了。这件事我会解决的。你最好尽快解决，解决完之前别来公司，我们丢不起这张老脸。小李，你找人把新闻删了，制止相关的舆论，以我公司的名义。对了，帮我约一下唐淼在咖啡馆见面。唐淼，你究竟想干什么？毕总，最近公司忙吗？我长话短说，你的作品我买了，我会找一个鉴定师做司法鉴定，如果我们真抄袭了你的作品的话，后果我会承担，但别牵扯到亲情。如果不是故意制造舆论的，我会让他付出代价。你真的什么都忘了吗？太让我失望了。青青，对不起，青青。怎么了？你被诬陷抄袭的事情是我的错。如果你是想替唐淼解释的话，大可不必。不是，我给你提供的设计灵感是我大学时期想做的设计灵感，你当时跟唐淼一起做课题研究，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了。所以呢？所以你没有抄袭他的作品，有证据吗？哦，我不在乎。怎么了？我们明天就去离婚吧。我不同意。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你是不是也认为是我在抄袭？我没有，我从始至终一直都是相信你的。但是我们为了自证清白，就得找证据，不是吗？你今天也去见他了。我见他是为了……你不用向我解释，以后也不用解释，明天就去。青青，我一直爱的都是你。我不爱你，我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一场景。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感情不再受外界干扰？
今天你怀孕了，怎么不跟我说啊？哟，抄袭者还敢出来呢？慧慧，别这样说。你有病吧？慧慧，你怎么推人呢？宋小姐，没事吧？明明是他先推我的，徐姐。没事吧？你知不知道他出了什么状况？定饶不了你。什么嘛？明明就是轻轻的推一下，哪有那么弱？一泽，不是这样的，听我解释。不用了，跟我的律师解释去。什么时候的事？什么？你都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干什么？耽误你和你初恋团聚。青姐，我没有初恋，我的初恋一直是你，我一直爱的都是你。你，青青，我一直爱的都是你。你不是一直好奇我为什么自己有公司，还有连你的公司都没有？那是因为我想年轻。我大学毕业以后，执意要来你们公司打工，瞒着我爸和你结婚，并且投资公司的小利益都是白来。为什么是我？或许是命运注定，我一直带的都是你，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不可能是高慧，更不可能是什么唐淼。以后遇到任何困难，我们共进退。好，一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就爱上你。这段时间以来，为什么？抄袭的事情我会调查清，并且我要为你补办一场婚礼。什么？交给我，就安心养胎好了。的作品还拿出来显摆，也不知道丢人。客人，前段时间帮我设计作品被你抄袭，这部作品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设计，但是我是两部作品的灵感提供者，准确来说也是吧。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嗯，不错啊。多亏了我的女神给了我灵感。是吗？那制作出来肯定很不错。嗯，这部作品来源于我大学时期的创作灵感，准确说是来源于方总。那时我对方总一见钟情，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的好朋友，也就是唐小姐。唐小姐经过我提供的灵感进行了作品创作，而方总也是我授予，所以这两部作品不存在抄袭。恭喜方小姐，你是清白。你们懂什么吗？丢不丢人？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
欺你。好好好，以后要是一泽敢欺负你，告诉爸，爸替你揍他。好。妈。哎。我这里。哎，好。青青啊，以前的事儿。妈，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好，以后的日子都是崭新的，要好好过啊。谢谢亲家。哎，姐，那个公司还是交给你管理吧，我不太适合。那个姐夫，你们以后要幸福啊！我弟弟总算是长大了。你小子要好好对青青，如果对他不好的话，我会分分钟把他抢回来的。你呀、啊，就好好的看着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吧。一家三口，恭喜恭喜！恭喜陈总、方总，哎，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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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好。爸爸妈妈，我来了。怎么来公司了呀，儿子？我要早点跟人提，我以后可是厂长。是是是，我儿子像我，是个小总裁呢。小陈的字儿乖啊，不要像爸爸，我要像妈妈一样。我要像妈妈一样，做一个女强人。你可是男孩子啊。我要做最强的总裁。好。下班回家想吃什么？我吃鲍子的红烧肉。好，大一个。走，回家。爸爸，你跟妈妈是怎么认识的呀？我跟妈妈呀，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是你先追的妈妈，还是妈妈先追的你呀？当然是我先追的你爸爸了。哎，不对，是我先追的你。可是是我先向你求婚的。嗯，对，老婆说的对。这么漂亮霸道的女总裁把我娶回家了。